丹心保心茶提醒你收睇今日看点。哇！呢两日多地都有发生火灾，其中在东莞中塘呢间胶水工厂发生火灾后，现场仲有爆炸声传出，场面认真震撼。究竟是咩原因引发嘅火灾呢？打开厕所烟啲水咧，喺马桶度涌出嚟，然之后渗出门口啦。佛山呢位街坊屋几个厕所屎水反涌一地都是，而且持续了个几星期了，成家人饱受困扰，寝食难安，有没有办法解决啊？有多位观众说，在同一间瓷砖批发店买瓷砖，交晒存款，但是一直收不到货，现在就连钱都退不回，究竟是什么情况呢？民生无小事，今日多关注。欢迎各位收睇星期日晚的今日关注。在演播室陪住你的有李青山和屈元熙。我即刻去片睇睇头条新闻。今日大件事，首先嚟关注一起火灾事故啦。朝早嘅11点零钟，东莞中塘镇东向村一间胶水工厂咧就突然起火，仲传出爆炸声添。嗱，根据街坊拍摄嘅视频显示啦，咁现场冒出嗰啲浓烟啦，几公里外都睇得见。冇错啦，咁究竟系乜嘢原因引发嘅火灾？目前嘅处置情况又系点样咧？关注嘅记者方力第一时间系赶到现场嗰度睇过噶。哇！从目击者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明火熊熊燃烧，黑烟直冲云霄。事发在今日朝早11点几，地点是东莞市中塘镇东向工业路的一间胶水厂。大镬嘢！大镬嘢！哇！事故现场多次传出爆响。哇！爆炸！加速！桥上经过的车辆加速躲避，爆炸产生的气流带起了不少黑色的碎片。今日下午3点几，记者赶到事发现场，发现通往该工厂的两条道路都已经临时管控，有交警在卡口那里执勤。记者在现场发现，距离起火工厂500米左右的一栋民房玻璃被大面积震碎，碎片散到成地都是。有目击者介绍，爆炸产生的震感就好像地震一样，震动起来啊，震动起来，我以为地震，搞到我往外面，搞到我脚都给崴了，崴痛死了，这个房子全部晃起来呢，我们就跑出去。随后记者来到附近的一处高点，从上望下去，起火工厂里面已经不见有明火，工厂内部过火严重，已经看不出工厂原先的样子。现场有多架消防车停在路边，虽然明火已经破灭，但是还有挖掘机在这里作业，多位消防员还用着高压水枪对火场进行持续降温。此次发生火灾的这个工厂呢，其实就在我的身后，大概有20米远的一个位置。可以看到，目前的这个扑救呢，仍然是在继续当中。我们把镜头稍微拉近点，可以看到现场目前呢是架设了2台这个高压的这个喷水枪，是在不断的为这个厂房内部进行降温的一个工作。同时，我们发现这个厂房的外部的一些铁皮呢，是因为受到这个火灾的剧烈的冲击波呢，是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变形。根据东莞市消防救援支队中塘大队通报，东莞市中塘镇东向工业路东星胶水厂发生火灾。辖区救援力量在11点35分到达现场，下午1点明火被扑灭。起火建筑为一处空地的单层搭建物，主要燃烧物是塑钉榫、硅胶等，没有人员伤亡。具体火灾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广东台记者方力，东莞中塘报道。
嚟睇另一宗嘅火災啦，咁啊，琴日晏晝廣州市天河區盈路路嘅一家汽修店咧，亦都起火，咁啊，瞬間成個店鋪都被火海吞噬，亦都有滾滾嘅濃煙冒出啊！咁啊，究竟又係咩原因引起嘅火災呢？有冇造成到街坊嘅受傷呢？黎允哲去睇過。从视频中可以看到，一家汽车维修店内燃起了大火，火焰将整间店铺吞噬，甚至乎火苗还窜到了二楼的位置，并伴随着滚滚浓烟。这一幕发生在昨天下午的六点钟左右，现场位于广州天河区盈龙路。那个车一盘火嘛，就是一团。盘火。对啊。它一下子就全部都包住了。嗯。一大路就燃烧起来，那个烟浓烟一下就出来了。我们那一排的全部拿灭火器来灭啊，那不是那灭火器，灭火器灭完了没办法，火大起来了，就搞这个消防栓这里，水把火到那里，就马上就灭。由于该店铺旁边就是居民楼，为了防止住户受到波及，街坊们一边叫住户疏散，一边想办法阻隔火势蔓延。经过十几分钟的努力，火情得到了控制。主要是楼上住的，昨天又是个星期六，是又没上班，全部都在楼上是那肯定的。万一那个火窜到那上面去了，涉及到那面去就麻烦。还有这一排档口是，那损失就大了。修车啊，可能修车那个油，因为他那个修车都是油出来的，是那个。我身后就是昨天起火的事发现场呢，能够看到目前现场是已经进行了围蔽。当时起火是烧成了怎么样一个严重的程度呢？可以看到门口这里堆放了十几瓶已经被喷完的灭火器，而离门口最近的这台车，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车尾部这个地方也已经被完全烧焦，甚至是车尾部的这个玻璃都已经被烧到已经碎裂掉了。受火灾影响，店铺入边的物体都被烧焦，天花板亦都摇摇欲坠。附近店铺在昨晚出现了短暂的停电，目前依然是处于断网状态，有检修人员在现场维修。断网了，就断网。就现在我们都跟踪不了，电话网线都通不了啊。是没办法接单了。然后没办法接单了。据消防部门介绍，起火燃烧物主要是汽车配件，消防站到场之前明火已经被扑灭，后续消防站用室外的消防栓作降温处理，事故中没有人员受伤，起火原因依然在进一步调查中。广东台记者黎允哲报道。天气热，汽车自然新闻都不少。今天下午在广元快速路西往东新塘碧桂园凤凰城路段，就有一部由佛山开往福建的大货车发生了自燃，火势蔓延得还很快。关注一下。从视频中可以看到，火势从车辆的底部开始，有其他热心的司机试图用水将火扑灭，但是都无济于事。之后火势逐渐向整部车蔓延，现场浓烟滚滚。以上这一幕发生在今天下午的1:52，现场位于广元快速路西往东新塘碧桂园凤凰城路段。涉事的货车司机介绍，车上拉的都是铝材，他对于车辆起火的原因亦都是一头雾水。怎么引起火的？我也不知道，修车的上一次挑刹车是不是？那个轮胎是不是啊？是不是刹车没搞好？你那个车来的时候有没有修理过啊？有没有保养啊？保养了，正常才保养了一个月都没有。接报火警之后，消防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并将火势控制住。事故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广东台报道。下边是一条有味道的新闻，提醒各位观众谨慎观看。有佛山禅城的观众就报料话，最近这个几礼拜他家企的厕所爆屎渠，还爆到成地都是，一家人是饱受困扰，还要搞到寝食难安。为什么会发生这么甩质的事呢？有没有办法解决呢？李海富去看过。据业主张先生介绍，7月1日晚上，他发现厕所马桶的水冲不下去，当时以为只是正常的堵塞，但到第二日一早才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打开厕所应该啲水咧，喺马桶度涌出嚟，然之后渗出门口啦。我嗰时候我都马上攞拖把拖都拖唔切，直然之后涌入房间，系啊，成呢个地方全部涌咗出嚟。今日上昼，记者嚟到咗佛山禅城区汇龙峰小区一座11楼，喺张先生家中睇到卫生间嘅门口同埋里边都堆放咗大量嘅防汛沙袋，而卫生间地上仲有好多黄色嘅粉水。几文笔啦？我你睇。
全部从三十楼跌落嚟到嗰啲屎，全部冲嚟我哋十一楼。你话几难顶啊？我哋成家人都系喺度受咗呢啲咁嘅罪。咁我依家就係市主屋企嘅公衞旁邊啦，咁可以見到佢屋企嘅嗰啲馬桶已經拆曬判咗出嚟啊！佢話反映嗰個畫面時候啊，當時用嗰個沙袋已經封住嗰個缺口，頭先佢拆開咁可以見到啲屎水全部反映出嚟，非常之臭。我依家戴住口罩都係聞到嗰個臭味。咁佢平時生活啊，只能夠用主人房嗰間衞生間嘅廁所。业主张先生话：，由于防汛沙袋封堵始终系唔够密实，所以佢嘅父母亦都专程从外地赶过嚟喺屋企守住，专门清理溢出嚟嘅粪水。影响到我们正常的工作了，因为物业这些东西每天都反涌上来，然后我们要派人处理，不然的话可能会影响到别的家具啊，或者是其他财物，甚至可能影响到楼下的用户嘛。所以我们家人就是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在这里跟进处理。现在物业鉴定的原因就是在十楼和十一楼之间有一个主管道，有一个硬物堵塞在那里，没有办法去疏通嘛。据了解，今次事件暂时未影响到楼内的其他住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然后十楼业主 也提出了他的要求，就希望第一是做好保护措施，第二是要求物业这边提供20,000元的保证金，然后确定工程全部完结并且没有造成损害之后再把这个保证金退还。但是物业这边请示了他们的领导，就说没有办法提供这笔资金。记者随后亦都嚟到楼下，十楼嘅业主马先生表示自己好愿意提供帮助，但系喺施工前需要做好预案，并且明确施工责任。我的态度就很明确，你首先应该穷尽自己的各种方法，尝试着去疏通。如果疏通不好的话，对吧？你要说你确实要通过我们家来进行施工，对吧？你再跟我来谈具体的怎么沟通，然后以及可能造成我的损失谁来承担，对不对？还有赔偿问题啊，这些东西你要一次谈好。我们业主不说话，我们开发商不说话，我们物业也不说话。记者亦都多次电话联系物业负责人江经理，但系对方始终都冇接听。而核区石湾镇街道办就回复话，属地龙景社区居委会在7月4日开始，先后三次与核区的民警上门，就物业如何实施维修工作，与业主三方现场了解情况，并寻求解决方法。目前业主双方暂时未达成共识，社区正敦促物业方研究其他切实可行的处理方案，跟住落嚟将会继续跟进事件处理，确保问题早日解决。广东台记者李海富佛山禅城报道。炎炎夏日是电动自行车火情高发季节，就在前日深圳的龙华区又有电动自行车充电那阵起火，不过值得庆幸的就是起火地点在室外，同时由于充电站有效的防火措施，火情未发生大规模蔓延。蒋宏业介绍一下。从视频中可以看到，一处室外电动自行车充电站内燃起了熊熊烈火，滚滚的浓烟直冲天际，有几十层楼咁高。以上呢一幕事发在前日晏昼的6点几，现场在深圳市龙华区大浪义乌小商品市场旁边。前面是烧的挺小的，然后后面那个电池可能爆炸了，然后又烧的比较大，放鞭炮的声音一样，然后还有点那种火焰喷发的那种红，这样烟的话是很浓的，比较刺鼻。现场的安保人员尝试用灭火器灭火，但是随着电池爆炸声响起，刚刚被压制的火光又再次闪耀起身。随后核区应急救援分队、消防救援站到场将明火扑灭，又将电池拿出来进行冷却降温，防止再次复燃。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目前这个火灾原因还在调查当中。我现在位置便来到了涉事的电动自行车充电站，那在现场仍然是能够闻到一股烧焦味。那据了解呢，当前该充电站已经暂停了充电功能，而我身旁的这辆电动自行车呢，便是涉事时首先起火的车辆了。可以看到整个车身是被烧得一片黢黑，而事发时呢，它是正处于充电的一个状态。据了解呢，此次火情是共计有5辆电动自行车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连同充电站的这处棚顶啊，都已经被烧穿了。记者发现，今次火情并未发生大规模蔓延，影响面积不到车棚的三分之一。
此次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呢，首先是我们的喷淋系统采取了镀锌管的材料，和传统的 PVC 材料相比有更高的耐燃性，能够在火灾发生初期的一定程度上控制了蔓延的速度。同时我们还在充电站的内设实体墙，起到了防火隔断的作用，避免过往经常出现了火烧连营的现象。目前大浪街道水围社区配备了超过10个这样的电动自行车充电站，遍布了城中村小区、市场、商业综合体。这些有效特区经验可以向其他地方推广下。今日有佛山禅城区多位观众在竹电新闻 APP 同我们报料，就说上个月他们在当地的一家瓷砖批发店买瓷砖，但是交了存款之后现在都未发货。后来得知当时接待他们的店员用的是私人账户收钱，搞到现在他们不单止收不到货，钱都没得退。具体情况是怎样呢？黄海去跟他们谈过。今日上昼，记者陪同住报料人嚟到佛山市禅城区陶南路嘅呢家瓷砖批发店，只见店里边有大量嘅立牌提醒唔可以直接转货款俾员工嘅微信，又或者系员工提供嘅二维码。报料人陈先生介绍，佢6月9号嚟呢间店购买瓷砖嘅时候，店入边仲未有呢啲立牌。当日他选购完瓷砖之后，店员杨某在店内展示了冚好章的单据，然后就要他将3100元的瓷砖货款转到杨某的私人账户。由于后来一直都没有收到瓷砖，陈先生查询才知道店员杨某已经在6月26号离职。目前陈先生不单止拿不到购买的瓷砖，亦都退不到款。据我了解，总共的涉案人数，因为我这边只拿到一个，大概是有个8-9个人的一个名单，然后大概涉案金额是有8万多，但是据另外一方面了解，这次涉案金额应该是有30多万。他们后面，告诉我这个章是那个员工私刻的，这个我是不认的，因为这是在店内发生的，店内他私刻的章他敢拿出来吗？不敢拿出来。另外一位爆料人邓生就表示，他曾经主动要求店员杨某出示公司正式的收款二维码，但是还是在他的引导和隐瞒之下，将大概15000元的货款转了到杨某亲戚的账户。6月27号，涉事瓷砖店发布声明说，客户私自转账给杨某，而公司未收到款的，为客户造成的损失由他本人承担，与本公司无关。邓先生认为，员工在职期间在店内做出这样的行为，门店也都有一定的责任。我希望他们公司能正面去回应这个东西，不要推卸责任，因为毕竟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他这个业务员他是在任职期间内的，是代表他们公司的立场跟我们做这个生意的。对此，门店的负责人黎经理表示，杨某用私人账户擅自收款的情况属实。黎经理也强调，目前警方已经介入，正在立案侦查当中。在未出结果之前，公司不方便发表确定性的意见。我们那个员工就是他是擅自挪用了我们公司的公章，然后呢要求客户把款转到他个人的支付宝那里去，然后15000多的呢就是我的员工啊，擅自利用我的单据写了单给客户，然后发了他自己朋友亲戚的账号去收款的。黎经理仲表示，公司对该离职员工杨某的个人行为完全不知情，其行为亦都为公司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另外呢，我们公司也是受害者，是吧？真的，现在对我们公司影响也非常大，影响了我们公司的声誉。那现在我们只能说配合警方来协调调查，处理这件事情。广东台记者黄海佛山报道。是啦，商家的确因为这位前员工的行为影响到店铺声誉，不过始终整件事发生在过夜交易的这个过程当中，涉事的这位前员工是代表商家去收钱的，那钱去了哪里？那这里头似乎更多的是商家的内部管理问题，所以说为了挽回声誉，我觉得商家更应该主动去跟客户做好善后的工作，表明自己的一个态度。事后你再通过法律途径追讨这位前员工的违法行为，会不会更加好一点呢？
近日有湛江坡头区的街坊就报料说，他们小区出面的沿街有商铺在装紧修，不单止占用了业主共有的走廊区域，仲造成有明顯的消防安全隱患喎。商鋪裝修啦，裝修到咁肆無忌憚，咁物業公司啊，仲有相關管理部門係咪睇唔見呢？關注一下。湛江市坡頭區南條街道新南寶底小區出邊，呢條沿街商鋪係騎樓式格局，門口走廊可以俾業主平時通行。最近有商户租了一二楼这几间连排的商铺并开始装修，但是就违背了原本的走廊位置，还将几间商铺原有的墙体拆除打通。有业主说，走廊被加装玻璃围蔽之后没办法正常通行，而且拆墙留下的消防设施就这样吊在这里。消防栓太差了，到时候有那个安全隐患了。第二个就是他把这边的路都给封了，我们业主要是下雨啊或者太阳啊太大的话，我们出行了都很不方便了。这里呢是我们所有业主的公共区域，他这样子拆开我们的东西，把它围成占为自己私用的店铺的面积呢是非常不合理的，已经侵占了我们所有业主的公共利益。记者采访当日，有工人正在施紧工，他们表示一楼拆除的墙体不是承重墙。你们拆的这个墙这是承重墙吗？啊，你看这条梁都没有东西的，没什么承重墙的，下面全部是框架的，就这几个柱子估计就不敢动是吧？柱子肯定不敢动了。对啊，肯定不敢。跟住记者去找到该商铺的管理方新南宝底的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就说商铺的产权人并非是物业，目前的装修现状确实是不合规，已经进行过多次沟通。你们是让他把玻璃拆掉？嗯，是的，我们是在持续沟通这个。但我看现在还有很多玻璃还在那里啊，没拆。对，就现在还是在沟通。哦，下一步还是会让他继续拆是吧？嗯，对，就是还要再沟通。当地街道回应，7月5号街道执法办已经向商户发出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其停工。目前商户已经认识到该违法行为，并自行拆除封闭玻璃，拆除面积大概是100平方米。跟住落嚟，街道将会继续根据下方权责和相关法规依法查处。广东台记者黄泽空湛江坡头报道。有佛山南海区西潮的观众在竹电新闻 APP 向我们报料，说当地一条 4.4 公里的道路从2021年就已经开始封路施工了，原计划说在今年的7月4号可以完工，但是时至今日连路基都未铺，3年时间了，这项工程到底做了什么呢？几时才可以还路于民呢？记者姚宏去看过。车有危险啦，你咁围住，如果突然间穿过马路有车行过，咁样比较容易出交通事故。被街坊吐槽的就是佛山市南海区西潮镇的这条河江大道。记者在现场看到，从新房路与河江大道交界处开始，往西大概100米左右的河江大道，目前被施工方做了隔挡，只系剩低一半道路可以通行，另一半道路就变成了停车场和垃圾堆放场所。嗱，你睇正嘅，好多呢啲咁大型嘅車。如果一行嗰邊一開發，變咧好危險。首先要確保我哋啲村民出行嘅安全先啦。据了解，河江大道及外延线改造工程总长大概 4.4 公里，设置双向四车道和人行道，从2021年7月开始施工，原计划在今年的7月4号完工。当地的街坊就甚话，该工程的施工进度非常之缓慢，而且道路还被反复地开挖，目前连路基都没有铺好。去年铺了个沥青了，今年又是重新在中间围了围栏，然后又想说沥青挖了，你一是预算好铺卷线，你一次性将它整好铺好路，这样你起码不影响村民出入，工程不用反反复复，那没那么劳民伤财。整个河江大道是一个交通比较繁忙的道路来的，然而这个工程是从2021年开始施工，直到现在河江大道就是一半施工一半通行的状态，工程几时完工还是一个未知数。周边的群众都迫切地希望工程可以早点完工还路于民。记者联系上项目的建设方，佛山市南海区西潮镇工程建设中心。我们是在按计划推进中的。按计划推进。对，因为
施工期间也遇到了一些客观因素的问题嘛，现在的交通情况比较复杂，地下的管线要迁改这些。道路施工方的另一个合作单位南海长海发电有限公司就表示，因为沿线管网复杂，要完成全部 4.4 公里的工程还需要两年。它是改造，它不是新建工程啊。道路的前期涉及到一些迁改的也占了大多的时间了，估计大概在可能在2026年吧，就是5-6月份嘛。深中通道在河上建过，人家都已经7年都整好了，还要是几十公里的，你现在是几公里，我都不知道你这些人是怎样想做事的。广东台记者姚宏佛山西潮报道。近期我们走访了广州多个场所和景区，对 AED 的配置情况是进行了调查的。虽然大部分场所都配有 AED 的设备，但是标志清不清晰，使用起身方不方便，也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的记者是走访了市中心人流量比较大的正佳广场和天河体育中心，一起来看看。记者首先是来到了广州市天河体育中心里面的保龄球馆，这里人气旺盛，在出入口显眼的位置都配备了 AED 设备。 AED 呢对于我们即在运动的时候发生意外呢、抢救会及时一点，因为我们的老人去打球呢不知道有几时发生意外的嘛，如果抢救不及时呢可能会出意外咯、如果看到这有这个抢救 的仪器呢，我们会放心打球。天河体育中心工作人员介绍，当前中心入边对外开放的场馆和户外运动场地都配备有 AED。在天河体育中心多个显眼的位置，亦都设有 AED 的提示标志和分布平面图。另外，巡逻的保安车辆都配备了一台 AED 设备。然后我们现在有巡逻，这里也配备了4台 AED 设备。对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会进行一个培训，然后。对 AED 的都是有了解，都是能使用过，而且我们基本上都是有这个急救证的。之后记者就转去正佳广场，这里游客如织。据工作人员透露，商场入边单日的人流量高达10万人次。有游客表示，在商场内并没有看到明确的 AED 标志。没看到 AED， 有 AED 啊，肯定是放心一点的。就是如果说街边有一些人突然就是有那种情况发生的话，就算是能够使用它的人能看到有这个标识，平常都会想起来的。正佳广场游客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在不同的关键位置一共配备了5台 AED， 部分商家也都有自备 AED 设备。另外，每位工作人员都接受过专业的 AED 使用及急救培训。从这我们游客中心这里就可以马上拿到 AED 最近的如果大家找不到的话，也可以找我们工作人员，找我们服务台也可以的。广东台记者林志欣报道。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看西藏冰川啦。更多资讯大家可以留意足电新闻 APP 嘅。听晚同一时间再见。拜拜。拜拜。